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四强已经产生了，老铁们心中的冠军应该也有了归属。那么我就把我的看法说给大家听听吧。半决赛法国对战比利时，克罗地亚 VS 英格兰，那么冠军我会在法国和英格兰当中选法国胜出的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了解更多详情请见下方。